我本来想着处理完汉京的事情便回到苏城，这就是你想的办法。如果我知道你用这么卑劣的手段来保护陆家，我宁可拼掉这条老命，也不能让你走上歪路。我陆庆州虽然是个商人，自恃每一分钱都挣得清清白白，走的每一步路都堂堂正正，可是你。 爹，事事逼人，我没有其他办法。都要害我！你听听，那是你的妹妹。是，她是我的妹妹，可她也想置我于死地。我宁愿你以牙还牙，她若想杀你，你杀她便是了。你万万不该这样羞辱她。 他做的这样的丑事，是咎由自取。可你是他的姐姐，既然已经提前发现，为何不阻止，反而要大加利用？你可知明姐对一个女人来说有多么的重要？她自己都不在乎，我为什么要替她打掩护？你强词夺理！这才嫁入王府没多久，她就闹出如此荒唐的事情。 如果再放任下去，整个陆家都要为他陪葬，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爹，我无意为自己辩解，在做这样的决定之前，我就想到会有这一天。今天这样的结果，我绝不后悔。那你就跪在这儿，什么时候想清楚，什么时候起来。 安然，安然。